这条是观鹿角新做好的吉水溪堤顶的自行车道，会使对于第十七线南昆新五王桥一直延伸到合甲湿地，全长有3.5公里，沿途会当欣赏到鸟类，搁卡会当直接通到合甲湿地。3-4年前哦，他由那个五王桥大桥那边坐到我们水鸟湿地来，那这次观光旅游局的局长上任了以后哈，他就特别把这一条自行车道的那个道路又把它延伸到宅港那个部落里。在沿途的路线除了风景好，还有观赏鸟仔的凉亭。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营务理事长邱仁武就表示，客家湿地有丰富的生态资源，每冬11月到过冬的9月，佫较是乌面腊尾来遮过冬的时期，会使讲是熟悉大自然的宝库。从自行车道上面下去，又看到水鸟湿地很丰富的那个鸟类啦、虾类啦，还有植物啦、动植物。另外，在水鸟湿地这边的有比较特殊，有国际明星的黑面琵鹭哦，它在前几年是最高纪录是448，去年在应该是可以说是今年的元月份哦，有破了纪录，是最高是558只。空旷够平稳的自行车道，渴望会当让更加多车友来走访。另外一段通到北门的自行车道，似乎搁咧继续来施造，并会搁再增设到一座观赏鸟仔的区域，完成导航内海这段自行车道，串联客家景点，亲历到湿地，带动在地的生态观光林雕。南台新闻陈嘉文，客家采报道。